关庙有一间下土鸡也真有名，叫做阿仔啊下土鸡城。但是呢，最近阿仔的某走来台南市开叫做宅舍啊土鸡料理专卖。哦，这个辣英语的呢。哎，我忘记啊！啊，你的鸡，你的鸡啊，啥较好食？哎呦，我的鸡啊，特选的呢。安怎特选？选我这个卖鸡卖我三十几担啊呢。啊，伊是啊，饲啊放放山鸡啊啥？放山鸡。嘿。嘿。正港的放山鸡。嘿嘿。我一边去订咧做啥？三杯。还啥？三杯。三杯啊，迄个我呢啊吼。哎，对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这个什么鸡啊？啊，我的笋角已经用好了、嗯、啊。哦，这我的笋角鸡来，又要甲切一个，吼，大家看一下。用正港的放山鸡。三杯。尝尝看，你看。好，你关庙阿仔爱经理，你知嘛吼？知啊，做早前阮就去，系啊，专工去食。啊，伊即摆特别搬来遮，你就走来啊？对啊。啊，你也遮厉害，你话资讯中心哦。啊，这间好食哩对。哦，伊这啊，伊这加迄个吼，加迄上简单的迄个白斩鸡吼，就会当表现出讲伊足好食出来。啊，其他个免讲。是啊，伊个鸡肉新鲜嘛。诶，新鲜，啊，佮因可能有特别酸。伊个放山鸡，放山鸡啊！啊，听伊甲我讲，伊迄落有一样专门卖鸡吼，五十几年啊。对，我知伊不但鸡有特别酸哦，伊个啥，伊个笋啊啦，伊啥伊。啊，对，大家拢特别酸味啊，系啊。咸锅鸡几只哦？现在主动的老板娘。咸锅鸡，安怎做？哦，我袂安怎还讲呢？我袂安怎讲，我会啊，行。用会啊，哈？系啊。啊，干么淋盐啥？拢袂讲。加盐啦。啊，内底淋啥？我无淋啦。无淋。嘿。加纯粹咸锅鸡啊。我这蒜头鸡哦，我这蒜头胖公公。对啊。啊，这做偌久？现在40分。40分啊，40分自己安装啊。哎，人也在看我的。哦，啊这。哎，规只拢煮蒜头的。规只拢煮蒜头的哦。哦。哎，这边都直接便宜，直接不用蒜头。哦，这拢煮着。哦。够香哦。够香呢。安尼我点唔着啊，到后抓来点些。这菜色啊啦，啊，你也想着要，哎，啊，你也想着要来这开。嗯，我做做，我这个是我的梦想啊，做久啊。哦，你的梦想。哎，我十外当阵就想要来这开啊。台南开。啊，无机会啊。哎，啊，你也装潢个真水。嗯，啊，这以前拍布啊。哦，以前拍布哦。太过暖了啊。哦，太过暖了哦。啊，你无订装潢哦。无，我搁订装潢啊。哦，你搁订装潢啊。以前摆拍布哦，是用个边啊，用个乌的，红个卡垫啦。哦。啊妈呀！头壳像我土人型的嘛，哎哎哎，我都规拢啊卡下总经理呀。哇，你开偌条的哦？开2-3万。开，哦2-3万的哦。这拢要设计师来设计啊。哦，哎呀，你鸡啊拢是安怎？拢是特别有人卖予你的就对个啦。哎呀，我都唔够平安的，我来遮台南都唔够平安的。
哦，啊，唔敢换别人用。哎、欸，啊，佮物件佮肉油，我爱去关了载乌迪亚。啊？载乌迪亚的肉油。哦，买起个乌迪亚肉油来哦。哦。我无，按起来拢白底啊，我用袂下。哦好好、哦哦。所以我要求吼、哦。爱乌迪油。我要求的品质较悬。哦。菜我嘛去最先顶买，我蛮爱红粉的饼啊，就我拢无。啊，孙阿奶。孙阿，我在偷偷等于关庙仔啊。哦，这个孙阿哥等于关庙仔哦。我六点我等于在啊，我一日八几斤，八几斤都在。哦，安尼哦，哦，所以。啊，在啦，我拢本身家己处理啊，家己写，家己要啊。哦，安尼。哦。是是，无简单，无简单。啊，你家己一个人来这拍电哈尔哦。甲恁做囝。甲恁做囝哦。哦。啊，关庙，阮后生都是。啊，关庙是恁后生。哦，安弄起来，人客较侪啦。哦，好好。哎呀，啊，无来这直接来八公斤的，算蛮多了。这是一到时啊，哎呀，拢客满了。哦，哎呀，拢客满，我知啊，你啊生意拢做好个啊，吼。孙啊，拢好，就孙啊较忝。嗯。孙啊足忝，因为我一早啊开到转来到这到点外，爱搁写八公斤的孙啊。才是啊。才是啊，要用迄个三杯鸡。小妹，你去关庙，那个小姐不要拉。小姐不要拉，啊，不知安怎拉法。关庙那阵啊，安怎拉法？啊，就按那块脚啊。哦。去做假呢？我知啊，这是有名的。哎呀，这面先做假。包夜你无这个鞋啊，你袂当家你做假门扇，因那拢钱的，只是太过了啦。你无可能这个路啊，你做门扇啦。啊，所以我这原创。我真的好吃呢，你也吃看看。白色啊，亲自示范。来啊，来啊，可以吃。哦，小哥好吃。哦，干不干的？蔓越。蔓越莓。这叫水。哦，赞赞赞。那赶快去叫个。好不好吃？好吃啊！好吃在哪里？笋子。笋子。笋子好吃啊，鸡肉不好吃啊。鸡肉好吃啊，鸡肉也好吃啊。哥哥。